核酸检测是精准防控的重要环节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的要求，从7月29日，我们对重点地区开始复检，它也是对大连的核心地区精准核酸检测，结果皆为阴性。全市各医疗机构和检测机构积极挖掘潜力病例，市中心医院、市妇儿医疗中心增设移动方舱实验室。在国家和省的指导下，全市采取1:5、1:10混样检测等手段，加速提升检测能力，全力保障检测的质量。目前，我们将继续推动做好重点人群、重点地区的满足检测工作。8月58日，完成核酸检测8万余人。